尊贵荣耀君王，在天的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天地都喜乐，祝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天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喜在永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尽在天地间，你是善意真神，父及圣灵，真神的羔羊，天神羔羊，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天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天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你只身做你咱已经有顶礼拜已经讲啊，约拿书已经了了过吼。啊，咱今仔日诶啊，特是讲特别诶主题过吼，
就是讲讲到保罗写批给提摩太。咱知影讲伫较早的一本就是《使徒行传》哦，咱几本《使徒行传》底下来去看了个吼。罗马章28章，罗马迄部分底下有提到讲罗加，因为罗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个吼。罗加底下提到讲保罗就是点伫罗马，已经到伫罗马。不过伫罗马吼，是为着讲伊无什么大什么犯罪啦，哦，所以不过为着怀疑犹太人一直要攻击保罗，就是你知影讲跩犹太人会跩讲头路哦，怀疑王，只无爱讲互跩犹太人无欢喜啦，是为着要互因欢喜，所以将保罗全放伫家库内面啦。總是咱知影講啲歷史裏面有講到講保羅喺羅馬差不多可以放出去啦，哦，差不多幾多年嘅時間，差不多三四年、五年嘅點鐘，所以要自由條國繼續嚟傳福音，個去探在羅馬嘅一間即係教會。總是呢，到迄個點鐘，到迄個幾年嘅裏面了嘅時準，就是即個尼羅王。头尼禄王坐落来，坐做罗马的王的时阵，伊是头好势，哦，总是尼禄要变，哦，咱知影讲，恁来读这个咱教会基督教教会的历史，吼，伊知影讲尼禄王其中一个对基督徒特别真正的无拄好啦，真残忍啦，哦，所以迄时国在。有可能跩猶太人國再來要攻擊保羅咯，因為即陣子這個王差不多，咱會發糖果來查個吼，底下國再來攻擊保羅，可能是為著安尼，保羅國再坐監庫，就是保羅寫批這個第二張批，提摩太後書咯個吼，就是你會看起保羅的情形變了。较早就是伊自由个，即摆吼无上咯，哦无上咯，伊剩伊家一个伫搭，除了罗加，甲一个伊巴弗个吼，伊底下也是甲伊做一个个吼，所以其他伊讲连罗马会做教会个，做兄弟姊妹也是无个，那就无个交伊联络啦，可能是为着惊。为着惊，吼，所以因阵无甲保罗联络，所以保罗起来吼，伫家库城市也是真艰苦了啦，吼，一摆甲较早的跩全家无相的情形，所以咱来看咱的经文个吼，咱只有读一节尔点，吼，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这就是保罗写批予提摩太，为着什么呢？因为伊感觉讲已经伊个时间已经到了，个吼，就是要离开世间了，个吼，就是要帮迄个责任，就是伫罗马迄搭迄间教会，伊其他个工作就是伊要帮予提摩太这个少年个这个传道人啦，哦，少年个传道人，然后伊就是需要保罗就需要底下来特别鼓励，提摩太。咱来看咱的经文，第一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后书，哦，第一章十二节，为着遮缘故，我搁受遮苦难，总是我无以为见笑，因为知影我所信的是一罪，也深信伊会保全我所交付伊的，直到迄日。就是，这是保罗甲提摩太写讲。虽然我即阵因安尼个情形，总是我无以为见笑，我无为主个工作主为着主底下受苦，为着主底下来增加苦，当作是一款见笑个代志。因为伊啥物啊？伊知影伊所信个是啥物。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
咱做基督徒，我毋知几年，哦，几年咯。咱诚实明白，咱所信的是啥物？经常哦，咱只有讲啊，你着有信心哦，哦，安尼达康信心，这个无唔对哦。总是呢，信心是一项，个个信心也定个好，无独独会解决的代志。也是无多多有法通真正帮助你。我唔是咧讲咱嘅救恩个吼，救恩是啊，因着什么样，为着什么样，咱得救是本乎恩，是上帝恩典，因着信，哦。啊，这个代志是讲咱做基督徒，咱信上啊信信主，到底咱嘅信啊嘅对象啊是上啊啦，这个第一重要哦。因啊英文是讲 faith。The more important than faith is the object of your faith. Okay. 是什麼，所以這個是需要我們整世人在那裡學習，所以我們做基督徒沒有什麼畢業典禮，沒有什麼說我已經畢業了，我們去訓練有文憑，給你一張批，一張紙說給你說你已經完成幾次來付，這樣說考過了什麼，也做安尼，过年那是诚实讲要认捌上帝吼，是规世人诶，无停诶。你记得在耶稣诶门徒，哦，甲耶稣三年诶时间，啊三年后怎样啊？啊犹大就是出卖耶稣，啊彼得是讲因在十二个门徒中间诶是。是頭啊，是迄款推演講話嗰個 spokesman 啊，總啊，孝敬伊三拜。所以你一看去講，即款是對鬼死人嘅。所以耶穌伫約翰福音二十一章，伫路尾國話了咯，就國在什麼啊？就鼓勵彼得，就國在叫彼得來。提醒伊，讲你有听我无？哦，所以彼得底下三拜吼，耶稣三拜，答复伊讲，你主啊，你怎样？你怎样一切？你怎样？我听你。哦，所以这个就是国在来鼓励彼得。主耶稣是真正忍耐，真正听伊听人吼，相信伊的人。虽然咱有时会离开，哦，咱怎样讲？約拿說，他說，不過上帝永遠聽約拿啦，你知影到尾上帝怎樣在遐來對待約拿吼，實在真特別啦。咱像一個老爸吼，對伊一個囝吼，迄款真正吞忍，真正吞忍啦。哦，佮解釋互伊講，你是安尼為著這張手吼，毋是你栽啊，毋是你栽培啊，了。一隻糖雞吃下去，你又受氣，又說你親像這樣說，我減肥人民尼尼比的人，這樣啦，所以主對我們實在用很多的方法在那裡來逼鼓勵我們，總是當我們等耶主咧鼓励咱的时阵，等咱无已经无咧读圣经咯，无咧祈祷咯，所以咱主要怎样向咱来讲话，对咱来讲话，所以主有时就用圣经来向咱讲话，因为伊听人，因为伊听人，哦，所以伫遮咱来看到的保罗怎样鼓励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是要接伊个工作咯啦 ，OK？ 啊，提摩太是迄款少年，少年家无经验，佮毋那安尼吼。咱知影讲，即提摩太也是
身体唔是讲真正健康啦，我们在就所在的提摩太前书提保罗讲什么啊？你唔拿啉水啦，你就啉淡薄酒。啊，这款这个个吼，我喺情人人也欢喜哦，因为哦，圣经叫咱就啉酒。等者等者，你若看伊个伊个背景个意思哦，因为啉。保罗咧讲诶，讲你着啉淡薄酒个，到底是啥物意？啥物啥物款啦？哦，是大到底是偌醉啦 ？OK， 偌醉是会做你啉啊到偌醉啦？安尼啦，哦，迄时吼，毋是甲咱即阵有跩 filter 咯，或者冲水诶来讲吼，咧互水清气来讲，咱外口咱咧啉诶即间安尼。都也按啊，都咱无惊讲会白多听啊，因为清气啊，咁是，顶个无安尼吧？所以因为水吼是地下水啊，啊，啊就是啉，啊真有时怀白多较软弱嘅，较冷嘅哦，啉即款普通安尼水入去个哦，白多袂好势，所以有可真可能就是。提摩太有一款情形个，一款个软弱，所以保罗叫伊讲，提摩太，你个水吼，你着掺淡薄个酒啦，是乎你迄个水吼会清气了杀菌啦。你知偌济水甲偌济酒呢？你若睇个背景哈，伊迄个讲，十分水一分酒啦。你看麦讲，看恁即阵你要安尼啉无？看麦讲你啉一日多诶水吼，再偌侪酒吼，看你会啉会了未？哦，是安尼啦，所以毋是哦，所以咱知影提摩太本身身体软弱，所以保罗伊也特别鼓励哦。啊，了呢，咱也是会看起讲提摩太也是较小胆啦。我袂奇怪，你我会记得吼，我头一摆对这个大教会讲的时阵，阁好，我讲上吼，应该着讲差不多三十分钟，哦，讲的时阵吼，剩十五分钟无了咯，为着看见遐侪人吼，真惊啦，哦，我袂记得。六月二十三号，1985年，我是头一摆在苏武吉的教会讲我头一篇的道理，意思，所以我也过会记讲，哇，看起遐侪人吼，真唔知真侪物件会袂记得了啦，安尼啦，所以。提摩太，我明白讲，伊较小胆吼，是有可能是因为工作遐多特别迄个点钟，唔是迄真侪基督徒啦，我阁真侪咧攻击基督徒啊，基督教咧攻击保罗，伊又唔是讲唔知影啦，伊看起保罗的情形，看起保罗经验嘛，咁是，所以伊就讲，我要推保罗，我无安尼款的胆，安尼讲，所以保罗就搁在鼓励。哦，所以咱来看到底保罗怎啊鼓励伊？正正好，咱早起就是会看几章个吼，头一章提摩太后书头一章。所以咱来看保罗对提摩太的鼓励。所以头一节到第七节，头一项保罗底下叫提摩太是伊的我真亲爱。会惊提摩太，这个是哥哥迄句讲吼，是已经一个鼓励，对这个提摩太一个鼓励。当然，唔是伊保罗的肉体会惊吼，因为保罗无牵手过吼，是伊的属灵会惊啊。这个咱也是有法通讲是可能是保罗和提摩太真正正式的领袖组吼栽培伊起来，因为咱会看起讲。保罗也是对伊有一款的信任，因为对提摩太、对因外妈、甲因妈妈，对遐已经听起了主
啊，即係弥赛亚嘅代志。所以提摩太嘅外妈已经信主啦，甲伊嘅妈妈也是信主啦。所以你会看起遐重要个吼。细汉嘅时阵，伫即款嘅环境，怎有影响即个囡仔？所以对外妈开始，到老母，所以保罗也是对提摩太有即款嘅信任。意思说，伊唔是迄款粗心嘅。基督徒，伊是已经有背景的基督徒，所以伊，你若要栽培这款的人，个会较紧啦，因为伊已经明白，伊已经知影，哦，啊，顶过我已经听起了，啊，主日多的工作是安尼遐重要，所以从细汉你已经听起了，你大汉的时阵，做青年的时阵，搁再听起，搁再会提升咱啦，所以真重要，咱的囡仔、孙仔。对，去辅助的到，虽然伊无爱讲吼，总是呢，咱囡仔也搁伫咱的管理下面个吼，咱着啊，到少年家咯，再到青年咯，咱都无法咯，咁是哦。总是呢，伊若有迄款的背景，较紧心灵有法通搁对遐做工，嗯，所以叫提摩太是伊的什么啊，属灵的囝啦，哦，这是保罗。头一句会鼓励，我会惊啊！你听起安尼讲，这个真正有经验的传教士，真正高的这个传道的迄个辅导家、分享家，跟你讲，我会惊你来啊！已经得到真大的鼓励。OK， 迄个是头正。第二，保罗对提摩太的祈祷，啊。保罗佮讲伫第三节个吼，对遐，予咱看起讲，保罗咧推提摩太基督，当保罗佮提摩太写批佮讲，我咧推你基督，是款另外一款的鼓励。所以兄弟姊妹，咱虽然兼且无法通本身伫迄搭来本身来鼓励这个人，也是咱的亲人、咱的朋友，咱佮。提供，譬如说，伊有一款的问题，伊一款的病痛，咱佮讲，我咧推你祈祷，对迄个人吼已经真大的鼓励，特别迄个人已经有信主的，是真大的鼓励。哦，啊，唔盲讲，咱佮讲，咱要祈祷，咱要推伊祈祷，咱诚实推伊祈祷。阮团队人讲吼，真侪人嘛，就祈祷，咁是，所以较常阮啊，有人讲，哎，牧师啊，你推我祈祷，我讲，咱即阵来三个祈祷，至少我已经为着你来祈祷了嘛，哦，因为到时阮啊到厝内有时，真侪代志咯，已经也袂记得啦，哦，所以较好是讲，牧师推我祈祷，来，你来推，来三个祈祷，电话讲，咱打电话来三个祈祷，哦，阮帮咱诚实做祈祷。当地的基督唔是迄个，唔是最重要。真重要，最重要是讲咱真实对心内个主求。哦，是迄、那个 ，OK。所以保罗为着提摩太基督是另外一个鼓励。过第三项，啊，昨晚我有小夸提到过，保罗对提摩太的信任是为着伊的背景，就是因外妈甲因妈妈。已经有信主，所以真可能是讲，伊细汉的时阵，阿妈甲外妈已经伫遐来教导伊。啊，保罗可能是讲来的时阵，真清楚知影讲耶稣即个国外的代志咯。耶稣做弥赛亚的时阵，佫较清楚甲提摩太来讲，可能是安尼款。所以，唔知保罗有法通叫提摩太是伊的属灵的囝，哦，是安尼，哦。另外一个鼓励是讲，哎，这个遐搞遐出名的人，佫要叫我，佫要叫我接伊的工作，是这款的鼓励。虽然惊吼，唔知啊，落尾保罗也是鼓励讲，你唔通看你家，啊，互人看你衰，只要吓做人会好模样，哦，你的信心，你的贴心咯，你的清洁咯，啊。最不人的模范，所以保罗安尼来鼓励，所以，最后的鼓励就是讲，
伊有迄款上帝有赐伊即款属灵的恩赐，你知啊，有法通知影一个人有啥物的恩赐吼？迄个人家讲的讲，哎，你知无兄弟啊？你有一款的恩赐呐，还是姊妹啊？你有一款的恩赐呐？这款是另外一个恩赐，有法通知影，有法通分别讲吼的恩赐。所以意思说，上帝呐，予一个人，亲像讲，譬如说，上帝呐，予我迄款的恩赐，我看起一个兄弟，还是一个，虽然新鲜来安尼，不过呢，你会感觉到，伊有创一寡代志，哎，伊有这款的恩赐。哦，所以你法通叫伊来帮助、来疏放，是啊款。无拄拄哈，无拄拄讲你看起这个人也够像看，比如说啊，迄个是实在是上帝予伊恩赐，真有可能是安尼。啊，总是呢，这款唱歌咯安尼，也是有这款的是什么啊？自然的，这款的恩赐，意思说。譬如说，伊规家的人，皆是音乐家，所以从细汉哦有迄款的环境了啦，哦，所以有可能是 natural talent 啦 ，OK， 有安尼款，有囡仔啊，从细汉有法通唱歌，有法通抓调，这个是一款 natural talent， 自然哦，诶，一款的运数个，总是熟练的运数个吼，数合理个吼，是另外一款是讲。属灵的恩赐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主耶稣的教会。所以你那这款的恩赐，那唔是咧鼓励人，那唔是和上帝的工作国家底下来兴旺的时阵，无咧帮助教会重建的时阵，都变做什么？甚至都有时为着安尼，英文是讲 professional jealousy 个，为着你的耳朵，若有别人比你比较会唱歌，欸，你的耳朵咯，这个不是对上帝来，因为未建立教会啊，甚至害死别人，还是啊，什么啊，好教会未合适，未同心，未合意，哦，这个是不是 ？OK， 所以咱要小心。所以上帝若好，咱我相信，咱每一个人至少有这个恩赐。上帝赐咱的恩赐，至少一个有，所以咱就对遐开始，对遐来用。真简单，人入来时阵，若果未聚会，未开始聚会，你徛伫遐，欢迎人来，特别新的头一摆来的啊。这个是我本身有欠款的经验，阮迄摆伫新加坡的时阵，我去啊，赴一个聚会个，摆日甲一个另外一个牧师啊，阮去遐的时阵，欸我入去出来吼，无人无半个人甲阮洗手，也是问阮：哎，恁新的吼来吼？啊，唔知是因为侪人啦，哦。不过呢，啊无一个人伫遐咧办什么迄个咯，因的特殊咯，安尼无啊。所以阮出入无人知，所以我伫遐感觉，哎，即做咧做招待的哦，招待员吼。偌重要，哦，真重要，哦！你那头一摆来，后一个人甲你洗手，哎，你好无？啊，你看我是谁啊？啊，你呢？安尼，哦，所以随时交做朋友啦，做安尼。啊，下摆吼，伊较要来，爱来啦。如果已经有三不记得，加上是安尼，特别无信哦。伊要去到落呢，去迄搭讲已经有本有三不，加上是安尼，哦。所以我们这个是一款对咱每一个人的鼓励，哦，你唔通常常咧靠牧师传道啊，牧师伫遐，牧师无法通走到后壁，搁再偷走，无法啦，啊，无法啦，就恁啦，就恁，教会唔是牧师的，教会是咱的，是主的 ，OK， 所以啊，我们这个是一款的鼓励，所以上帝。甲提摩太讲，你有一款的恩赐，你有一款的，我再予提摩太坚强伊的这款的信心，特别来继续来做。所以这个是保罗的鼓励。
第二点，哦，对第八节到十二节听吼，要讲讲保罗为福音受苦，所以伫遮保罗，因为伊讲我无以为见笑啊，我为着福音来受苦，甚至将我的生命交予主吼，我无以为是是见笑的代志，哦，所以保罗伫遮讲头一项，咱就知影讲。咱昨晚我有小可，我已经有提到过吼。咱讲信心比信心更加重要，就是咱什么啊？信心的对象 ，object of our faith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faith itself. OK， 我顶摆拄到一个青年人，伊是毋是信主的？过后我伫下灵会，安尼啊。我底下就是，唔知是伊属伫我诶小组内面，还是怎样，我嘛着一个一个要交因陪谈过安尼。啊，这个人哦，我甲伊问讲，你有清楚无？你呐有做诶两个问题个，就是三福诶问题个吼。应该讲，你呐今仔日呐离开世间，你知影你会去天堂未？是头一个问题 ，two diagnostic question， 你再知影讲这个人有信还是无？哦，要一个讲话讲，哎呀，百分百我会去，我会上天堂，没？然后我就第二个问题是讲 ，OK， 你今仔日那离开世间，你伫主的面前，主会问你，我为什么要和你离开？天堂，你要怎样应？伊讲什么啊？我都做真好啊，我都帮衬真侪人啊，所以你也知影，我讲这个人也阁无信，无清楚过。我们讲伊是百分百，伊我当就天堂为着伊咧做，你要创啥？我真正咯，路边推几多安尼。你这款的人，暂时你无法通做啥。总是你的第二个问题问伊的时阵，你呐，比如说头一个问题讲，你会上天堂无？伊讲会，啊，你嘛着第二个问题讲，你要怎样应，主而应上帝，讲我今日要予你入来，伊讲，伊若讲应讲，甲怎啊？迄个青年人讲，我最好嘛，安尼讲，你知影讲，哎，这个毋是信主的人，哦，所以你着传福音。我头一句恁阿问的时阵，你今仔日那离开世间，你百分百有法通上天堂无？因阿讲无法，无啊，随时传统音乐歌。所以这两个问题真呼应啦，就是的，你才会知影。不过一款的情形，讲较特别，甲我咧讲的迄个青年人，啊，较特别的，伊都百分百有法的，所以我这个吹几多呢？我望讲一日，伊家己我同回想，我同个改个吼，我同回改。OK， 所以保罗无以为是见笑，因为个呐，伊知影伊诶信心诶对象，就是基督。啊，伊个讲什么？咱诶经文讲什么？个知影讲什么？因为我知影我所信诶是一尊。我深信伊会保全我所交付伊的，直到迄日。意思说，保罗将伊的生命交付主，伊有法通保全。伊无惊会失去什么的，伊知影伊所相信的主是信实的上帝，是真神，是诚实，是迄个弥赛亚。所以这个真重要。好，所以保罗伫遮，为着主底下来，为着福音底下来受苦的时阵，咱真重要是讲，咱着知影，咱所相信的是啥物，咱要做主的见证，个一见证人，是咱今年的主题讲，你要做我的见证讲，重要是讲咱本身诚实明白咱就为主啦。咱才有法通为着伊来做见证。咱若无真清楚，咱若也阁有小块的犹疑，
咱无法通什么真正诶叫做什么真正有迄个能力，有迄个叫做啊官兵，哦，啊是无咱无法通得到迄款诶胆，讲要爱为着主来做见证，因为你无家己无清楚嘛，亲像你要教，哦，你要教册，啊，你家己本身对迄科无熟，你要怎样教啦？哦，到时连你家己学生哦，会问你讲先生啊，你安尼讲哦，你知唔对呐？嗰时有时会安尼，啊，嗰时有时安尼，因为咱连阮牧师，我嘛唔是讲达康知影。那有个有一个人，也是一个兄弟，也是一个姊妹，甲你讲牧师，咁是安尼吧？你要怎样反应？你最先生，你要怎样反应？我讲啊，是吧？就谦卑了。哦，就谦卑。哦，我讲不要紧，我下明仔载还是下礼拜哦，我甲恁清楚，我去查看卖安尼个。多谢你安尼个我提醒。无了啥，安尼哦，咱人唔是讲达康 A 嘛，哦，就是安尼。所以保罗伫只，像伊真清楚，伊所信，唔则伊甘愿为着主来殉道。所以你会看去到第较落尾个吼，伊讲我知影我的日子已经到了，哦，我已经要叫做，伊讲我要死的日子已经到了啦，哦，伊伫遐有讲，啊，所以唔过呢，伊无以为是见笑，伊有提到一个人是为着讲为着主吼，啊，无见笑吼，头一个哦，伊讲。伊嗰个保，咱知影保罗家己无为着伊受苦安尼，无以为见笑。嗰是另外一挂人，伊有提到讲啥物啊？这个奥尼巴弗哦，奥尼巴弗，伊讲伊奥尼巴弗第16节底啊，伊无以为我诶所见来见笑。意思说，奥尼巴弗甲保罗做阵。帮衬伊的需要，甚至我即个奥尼巴弗伫家格内面，因为伊迄时情形无同咯，毋是甲顶摆讲伊家己租厝安尼，阁有法通住阿遐。即阵无真正伫家格内面，所以伊迄个环境无好呐，也歹呐，所以即个奥尼巴弗阁吼阁唔好啦，哦，阁唔好，所以唔过呢，伊原在伫遐地保罗帮衬保罗，因为保罗即阵是差不多已经70几岁，已经。也是老人了啦，安尼个就需要人遐来帮衬咯。个，迄个是另外一项。个，伊个是讲奥尼巴弗无为着伊底下来排迄个个吼排泄个，所以保罗底下也是鼓励提摩太，讲你唔通为着福音来减少。所以伫是个名，伫迪士波迪士波迪士。叫传福音，意思说，即使是有机会，也是较无啥机会，反应无真好，原在叫传福音。保罗有一款的原则，后八解讲啊，有一款人啊咧，也是咧传福音，吼，安尼嗰是无好诶目标啦，哦，咱就要爱护保罗迄款。啊！保罗，你阵已经关伫家库，你无法通创啥咯？我是阮咯，安尼讲，有一款诶态度讲，保罗怎样突破啊？讲因传福音是，对一款好诶意思，还是无好诶意思？个吼，无关系，重要是啥？福音有传播，这是保罗。伊讲我诶点钟若到，我嘛是着离开个，着嘛是着别人咯，啊。所以保罗讲，伊若有传福音，诚实传福音，感谢主。哦，重要是迄个，毋是因为着要爱，互我感觉艰苦吼。伊保罗讲无关系，重要是讲福音有传播。哦，所以这个是，所以个路边保罗，敢若有法通为着福音来受苦，是为着上帝的恩典。底下来做阿通得着，那我们是主的恩典，咱会看去
许多行端跪拜吼，伊有人咧攻击的时阵，咱恁也伫咱的啊拜三暗的小组吼，先生听真清楚讲。伫每拜保罗拄着诶一寡啊有攻击的时阵，主底下，搁再过咧。所以意思说，保啊上帝定定底下咧咧对保罗啦，咧过保罗啦。虽然唔是讲无予伊受艰苦个吼，总是虽然有受艰苦，也是无受艰苦，主定定伫咧。所以相关亲爱兄弟姊妹，咱就明白咱所相信的啥啦。信心的对象是搁较重要。咱唔通袂记哩，咱的情形好，也是无真好。主定定定，甲咱三甲伫咧，咱就会记得这样。咱来三甲来祈祷，替别个来到主的面前，都感谢你，互阮接着保罗写批予提摩太，啊，鼓励提摩太，啊，做将伊家己做一个模范。我望讲主阮也是有法当对遐来学习，互阮无以传福音来排斥。所以主予阮甘愿，诚实主来帮助阮家己顺服你的带领。你爱阮要做你的见证，求你也是帮助阮，予阮拿来那国家会明白你，拿来信心，拿来拿钱，拿来那国家经验你的带领带领，也知影阮你特时刻甲阮同在。我感謝你，我將鎖落去主君要領受啊，這餅甲這杯，搁再來紀念你的聽，我祝你聽來陪伴君的心。這是咱來特別陪伴咱的心吼，咱來領受聖餐。特别阮来到你面前，求你听台声来省察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若有啥物，互你无欢喜的所在，主啊，你定搁再来赦免阮、洁净阮。阮特别为着这饼甲这杯，祈祷主你听来祝福，食着。安尼，阮通过纪念到主你的大厅，你怎样为着阮来坚持你，继续为着阮来死？不过第三日，你也是为着阮来讲话。过一日，阮知影你会过来，阮感谢你，因为主阮知影你是信实的上帝。基督奉耶稣，耶稣要收尾迄一年。推起饼来，作食了，伊就掰开，讲：这是我的身体，为着恁下。恁每摆安尼做的时阵，就是要纪念我，咱来三甲纪念我。饭后要照应。摕去杯来，讲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恁按你做，是为着要来纪念我，咱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咱来三甲纪念主。主耶稣，阮感谢你，为着你来，为着阮死，阮今仔日才有法通徛伫你面前，已经得到主的赦免，
所以主求你在那裡讓我們不再為著自己來活，乃是為著主你，因有主你的名來活。求你在那裡帶領我們的生活，讓我們無論在哪裡人會看出我們是屬主你的人，我們躺在那裡，我躺做一个好的见证，感恩的祈祷，奉耶稣名，阿门。唔知咱对咯，咱有啥物报告？无？啊？转到 ，OK， 转到咱的转到嘅日头是十月，哦，所以咱特别继续为着请来祈祷。啊，下礼拜是咱是。起来是讲阿公阿妈的主日，敬老主日，个吼，咱特别也是为着啊，咱所以已经 senior， 已经六十岁以上的，哦，咁所以咱只也是差不多几老的，哦，啊，最最哦，最最哦，较最哦，咱，所以咱为着家己祈祷，也是你有上老朋友通招来，吼，特别下礼拜，吼，咱特别为着下礼拜来祈祷。好，咱来三个起立，哈，咱来接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听堂，圣灵的感动及交通，常常给咱每一人三个地点，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前行